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啊，我现在呢要去那边啊，要一窝那个蜜蜂啊，那一窝呢是搬过去很久的时间，又刚好在那个橱树的那个底下，因为现在橱子也是开始长出来了，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尿的话，到时候人家过来挖那个橱子的时候发现了就拿走，那时候就归大了啊，所以现在天气差不多黑，这时候去收是最好，然后就把那个蜜蜂收回来放那个蜂箱里，走吧。那窝蜂就在这下面啊，你看，现在这橱子都已经长出来了，那、就是这种橱子是很大的，酸橱笋就是这种做的，特别好吃。就在这个石洞里面，那窝蜂就在这地方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到了这里，没有发现有一点动静呢，是不是已经搬走了，还是被人家要走了？我们现在啊，把这石头拿出来打开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还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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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在把它把这里收出来。哎呦，也不是僵持，可能搬走一部分了，应该是搬走一部分了。前段时间我过来看的时候发现有两个王包，可能那个王宅都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，你看都看不到。哦，有好多蜂蛹啊，蜂蛹特别多。哇，蚊子在多。哇，这什么洞啊，挺大的这个。要不要啊？好像有点小啊。不要嘛，到时候人家又收走了。看一下，不好要，如果现在要的话它就跑到里面去了，玩得过去，对的，那蜜蜂都跑到里面了就不好找。哦，你宝宝里面那个洞口太大，然后不好收那个蜜蜂出来，本来是想把这个蜂窝收回家养的，如果收回去的话很难收，因为这个洞太宽了，然后洞里面还有洞都会拔进去，本来想收它回去，但是看到这种情况还是算了，因为它不是墙群，然后里面这个洞啊又是特别的大，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收回去的话，这一窝蜂存活的区域是特别的低，还是把它给封上去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暂时不要的，可能已经分蜂飞出去一些了，前段时间我过来看的时候还是很大一朵的，现在很少，走吧，我们先不管了，回家去了，管它放这里吧。让我高兴的，我以为有蜜，还拿了一个盆儿，好了。